头型特别好，真的吗？嗯，剃光头也很好看，更帅感觉。那个头型很圆，头型。在接这个戏之前，然后我还考虑过要不要接的时候，我就担心我的头是不是就是弄得比较有违和感，然后我偷偷在家剃了。剃了之后觉得哎好像还可以，然后那就给他们打电话，我说 OK 可以接。剃光头这个事儿反正是我觉得对人的挑战性挺大的，包括可能也会影响后面的接戏啊，会影响他们不一定的形象的变化，和对演员的心理负担还是挺大的。我觉得学艺没有什么顾虑。这每天化妆时间快快呀，20分钟搞定了。